那我们来看一下93这个哈，对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坐标的概念哈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啊，就是一般就是这种 ABAC 的话，我们就把 A 当成原点，建一个坐标哈。那其实它没有写，我们就啊，它也没有说它这里角度几度啊，不过我们就用我们最习惯的方式来绘制它啊。对，就是说这里 ABC 哈，那 A 就把它当成00啊，B 就是10，那 C 就是01。对，好，那 AP 就是三分之一的 AB 加上 T 倍的 AC 啊，所以，它的意思就是说 P 其实怎样，好 P 的那个 X 坐标就是三分之一，所以 P 就是怎样呢？就在这条线上动，好，这 P 在这条线上动，好，但是呢，动来动去呢，哈，对，它现在又在这三角形内嘛，三角形内，好，所以最下面这一点，好，当然就是什么呢？三分之一对零。对，三分之一零，好，那最上面这一点，好，就是要看这条线。这是通过10跟01的线，所以这条线就叫做 x 加 y 等于对 x 加 y 等于一哈，那 s 等于三分之一带进来，就是变成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哈，所以哎，我们就知道 t 会接在0到三分之二之间，好，那这样就第四个选项。